那讲到高端，我们看到高端的打气一直很不好嘛，在9月26号这几天了哈，9月26号特别低啊，还低到破百啊，我天哪，只有71剂，到现在也从来没有一天超过500剂。我给大家看一个总的数字好不好？高端呢，到现在为止哈，总共有170万剂已经通过了封监啊，但是170万剂当中呢，指挥中心说只使用了76万多剂。使用76万，我们在这个数字上呢，哈，你看170万剂通过封监，已经施打了，使用了76万多剂，还剩下将近100万剂，手上还有100万剂，也就是说满满的高端可以随到随打。然后接下来呢，陈时中告诉大家，10月份高端要大出了。产量要变大了，本来是用50L 去做嘛，哈，那所以它是这个一剂一针，有没有？其实这个设计是蛮方便的，就不用再什么抽出来啊等等，减少了医护人员很多的这个作业麻烦，这点是值得肯定。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它是小批量嘛，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问题的。但现在恐怕是突破了，它现在可以用200L 去做，200L 去做以后呢，它也是恢复了一瓶了。哦，他就没有再一剂一针了，所以我还以为你一剂一针是特别贴心了，也不是嘛啊。那现在又是回到了这个一瓶，所以还是一样要这个抽分等等。那十月份高端要抓住了，怎么办？我为什么要问大家怎么办呢？不是问大家你怎么看，是问大家怎么办？因为到现在为止170万剂怎么打哦，80万剂都打不满呢。嗯，手上还剩下100万剂，哎，疫苗是会放过期的。然后10月份就要打出了，今天已经9月底了，这大使怎么办？我要问怎么办？是说，哎，这些是民脂民膏嘛，对不对？对，我们的政府拿了一大笔钱去扶植他，所以怎么办？放心，他们已经想好了，就是找我们开刀了，因为他已经在做第二剂高端，做第二剂的研究，混打第二剂的那个疫苗了。现在研究报告快出来了，那出来一定是通过，通过以后呢，最惨的就是我们这一类。莫德纳孤儿，我知道你莫德纳孤儿吗？莫德纳孤儿，但你不会就范啦？你会就范吗？其实我们现在打的那个70几万也都是被他逼的啦。嗯，那我们你说那个，比如说啦，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三二字头哈，三字头、四字头，甚至五字头的，现在看不到什么打疫苗的这个机会，有很多人现在 AZ 多的都去打 AZ 啊，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打到的啊。然后可是为了要上班，为了将来11月哈，这个可能来的这个就是说疫情的这个高又一次高峰的话，我想啊，陈时中老陈在在啊，他都算好，他神机妙算，他我们所有这个疫苗现在的状况都在他一个人的掌控之下。那他现在170万这些东西啊，他都算好了。然后到时候呢，基本上哈，就是当第二剂打，当第二剂打、嗯，就是说混打的第二剂。那混打的，就是说打第一剂的话，可能也会再到10月、11月哈，有其他疫苗缺的时候哈，那么他拿出来当第一剂打，打了第一剂都跑不到第二剂，所以他现在很高兴。所以就是说，第一剂也可以打，第二剂也可以打。那区区现在170万剂嘛，将来再加上200万剂啊，370万剂啊，我想啊，对我们这个陈时中部长来啊，小菜一碟，他一定要把它打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谢大使，我觉得你比较乐观哎，这个竞品我觉得打不完的。你看到高端从出来到现在哈，这么用力，政府有没有这么的呵护，这么的用力？然后我觉得总统也真的很勇敢，总统就去打，我只能说他很勇敢。我们的副总统不知道是不是勇敢还是被逼的，副总统也去打，对不对？哎，总统、副总统全部撩楼梯，到现在为止连80万剂都打不到哎。你想想看，如果他是 BNT 的话，早就抢光了。他是莫德纳，早就抢光了。就算是 AZ， 大家也含泪把它打光了，对不对？但是高端到现在为止，这么好的疫苗，就是不打。所以我刚一开始就问大家嘛，如果是这个蔡英文今天打啦，那你要不要跟呢？我们的问题也非常非常的持平，可是大家都说我不要跟啊。我觉得台湾民众真的，不管是塔绿班呐啊，或谁，你嘴巴上赞成，但是你要打，当然不打。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些政府官员，所以我说蔡英文跟赖清德是没有办法，他们两个实在是指标效应太强了。但是你看看行政院那些啊，丁丁门啊等等啊，吴秀梅啊等等，他们为什么不打高端呢？所以
但我觉得打第二剂打完真的是有点困难。打到现在为止哦，第一剂每天的数量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当然这个第二剂打完第一剂，你就非得打第二剂不可嘛啊。所以第一剂是个指标，第一剂能够打多少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打的很少，花了那么久，也不过就是76万多剂。我的妈，手上这100万剂，如果马上要过期的话，就怕剩哎啊，实在是也蛮浪费。哎，500万剂的合约。还有开过合约1000万剂怎么办呢？我现在想到真有点头皮发麻，股价怎么办？不知道啊，反正你出给重要，这关键你出给政府，政府就要付你钱呐、啊。你打不打完是你的事嘛，对不对？打不打得完是你的事，所以倒霉的是谁？是我们大家。陈时中呢，当然他也是高端的这个二号业务员了啊，应该算三号了。一号蔡英文，二号赖清德，三号是陈时中。他接受访问时他说呢，他老婆跟二儿子都打高端，太太接种后肚子怪怪的。你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我也看不懂哦。你是肚子怪怪的啊？然后嘞，然后呢？这个你的家人打什么？真的跟一般民众没有关系啊，跟高端疫苗好不好也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你自己不是打这个高端，但当然当时有时空背景，我们也可以理解。所以他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惊悚的消息，现在都还有100万剂没打完呢，下个月高端要打出了，出货量要变大喽。过去高端是50L 的制程，现在通过200L 的制程，高端的药剂就不是那个贴心的一剂一针了，会改成一瓶哦。我问大家打出我们要怎么办哈？我们稍后这个留言加入讨论哈，导播如果是这个截图好的话，麻烦跟我说一声。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消息，刚制作人传给我哈，纪大使说高端要作为第二剂嘛啊，其实高端不止作为第二剂，高端还有第三剂耶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来导播那个最新的消息，麻烦截给我哈，刚刚制作人提供的，对。在哪里啊、哦？好，快讯哈，高端发布了次世代疫苗哈，试验有效对抗变异株，将做第三剂的这个开发基础哦。那当然了，今天王任贤理事长还有这个邱淑媞署长不在，否则他们可能会有更到位的一些分析。但是哦，我们当然很惊讶的，就是说高端说实在的啦，你一剂二剂，你没有走完这个实验哈，现在你做三剂 OK 吗？之前哈，这个王任贤理事长是告诉大家，他说呢，高端其实严格上讲起来，他那时候讲得很好笑，他打了个比方哈。高端可以说是作为药物比较像啦，它作为一个加强剂是 OK 的，但是作为疫苗本身是不够的。所以你看到高端疫苗在今天在国际生医资料库里面公布一个最新的消息，次世代疫苗动物试验结果，动物试验结果，注意了哦，针对 WHO 定义的高关注的这个变异株呢，如果完整接种2剂啊原型的新冠疫苗，就可以针对 Delta 等不同的变异株产生相当的免疫反应哦。高端说我现在打完2剂对 Delta 也有帮助，但这是动物试验啊，大家注意了，动物试验。然后追加第三针之后呢，不管是什么呀，三剂或是原型株疫苗，或是2剂原型株搭配第三剂南非株疫苗，再将大大提升对抗不同变异株的中和抗体浓度。因此呢，高端将以南非株次世代疫苗作为第三剂追加的开发基础。其实哈，我相信很多我们辣晚报的同学们，在经过这个署长还有这个理事长的这个调教哈训练之后，大概都能够看出端倪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的三期试验呢，你现在还在跟我们讲它的中和抗体浓度嘛？你还在纠结抗体浓度，对不对啊？四叉猫已经告诉你，我老是把它讲成三叉猫，不知道为什么少一叉，因为三角猫啊。哦，对哈，三角猫哈，人家不是三角猫，是四叉猫了啊。这个四叉猫已经告诉你抗体浓度很不错啊，高端之所以通过 EUA 也是因为抗体浓度很不错啊，但是专家就跟你讲抗体浓度不错没用嘛，你得实际到战场上试试看。他会不会被感染，到底有没有保护力？然后高端你为什么不敢在这五行当中最后一行就说他的保护效力是多少呢？之前你就很承认，很大方的告诉大家保护效力不明，我佩服你高端，你真的够诚实啊！我也佩服你诚实中够诚实。那你今天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哎，是不是导播回到刚刚那张，是不是哎，是不是他不是这张，会回到刚刚那张第一张，
是不是他打不完哦？看哦，一剂打不完，二剂也打不完，我现在要给你打第三剂，是不是这样？静平，你觉得我讲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当然有道理，但我先回应刚刚主持人你讲的那个第二点哈，就是在讲说他公布了最新的快讯。对，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其实秀芳姐讲的很好，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在线上看到这些资料和讯息的时候，一定都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科普之后，可能都会有概念。那个猫腻就在于你讲了很多啊，一下可以对抗这个贝塔，一下对抗这个什么 Delta 变异株，甚至好了，就是 Delta、Beta 跟 Alpha 你都可以对抗。可是呢，数据在哪里？啊，就算他讲综合抗体浓度好了，或者是讲其他，刚讲说有效变异株三剂加两剂混合什么什么，你讲的天花乱坠，公规波挖的跨模挂波，就是公它的数据到底在哪里？因为二剂、三剂，那你怎么有效对抗综合？这是到底是多少啊？言下之意是，你现在在南美洲的巴拉圭的那个第三期的临床实验是很成功吗？很成功的话，赶快公布啊！赶快跟大家讲，你能够有效对抗的，因为我们看到 他那个巴拉圭没有用，因为他才几千人，几千人在科学上基本上意义不大。所以我就说不要，我还没讲到人数和他的母体样本哦，我先讲他的进度而已哦。对，那如果你要比照美国的 Novavax 哦，诺瓦克斯，他那些，他之前在公布的时候会连他怎么样去对抗 Delta 病毒或是英国的变种病毒的时候，他的那个效果是百分之几，80%、70%，然后隔了几个月之后，他都有时间明显的序列，然后还有那个数值哦。你现在没有，当然不能说服我们呢、啊。就像刚刚你讲的，疾管署上面为什么不敢写它的保护力？因为就像陈时中说的，我们不能凭空想象，不能乱写，还好好好在你不敢在这方面。但是你看啊、哦，人家 BNT 就有啊、AZ 就有，莫德纳就有，他就写在他的说明书上啊、哦。你打第一剂保护效力多少，第二剂保护效力多少，很清楚嘛？为什么？因为人家做完了三期、啊、还没有完成嘛，所以其实。高端到底怎么样？今天绿营、民进党、塔利班都一直在讲说，哎呀，国民党黑啦，白银那个科比、民众党蓝白合力黑高端黑到。我今天也讲说，我没有对高端什么黑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它可以做战略武器，它也可以做备援的药剂、备援的武器。就像王任贤理事长，我也常跟他同台，他一直讲说，当成一种加强剂、加强针，不是主要的疫苗。我也觉得我很听得进去专家王任贤理事长的说法哦。而回过头来，你当专家这样讲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希望你把高端的角色作为调试一下，但他不是，他就是要把副当成主，然后又强力的对国人这样子想要说服，但偏偏又没办法说服，他就会急，以至于你刚刚说这边还有100万剂，我跟介大使一样，其实还蛮乐观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现象，我跟大家讲，我相信他们会从这个状况去突破。第一个，有没有注意到前几天陈时中宣布说，10月1号、10月5号，八大行业除了酒店之外，那其他的像 KTV 啊这些什么都可以有条件开放，但是有附加条件，但书就是必须除了做好防疫配套之外，60%以上要施打过疫苗，对不对？你的员工又60%以上，所以八大行业都要去打高端。而且昨天他不是讲说，即日起开放20岁以上的民众。因为多半是20到30岁这一段年龄层，他不能去上网预约啊，对，他没办法预约 BNT。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是被抛弃的一群啊。所以当陈时中说20岁以上可以高端，现在很多了，就像刚刚我们在讲大出啦啦，哈，像那个凤梨，像那个一样大出了，你赶快可以20岁以上可以去预约施打了。这两点光是从陈时中口中宣布，一个是前几天跟大家讲八大的那个可以开放了哈，但是要打到六成以上，至少最少6成以上要打过疫苗。第二个就是高端打出来哦，这个20岁以上可以去打，赶快接种。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全台湾都有开这个连锁的 KTV， 他的员工有500-600人。然后我后来就昨天前天我就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哎，有听到这个消息，准备要开放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们就准备开始副业啦，要不然撑了4-5个月，我看有些人都受不了，都已经转职了。他说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的是当然他可以副业，重新准备一定会配合政府做好防疫措施。忧的是，他说静平啊，我的员工80%以上。都是年轻人，20到30岁，他们都没有资格去打疫苗。政府叫我说60%以上有打疫苗，我才能让他们这个副业，但我都没有打，我怎么副业啊？我说，答案就在这里呀、对不对？然后老板怎么跟我讲？答案就在那里，没错。我只好叫他们去打高端啊。然后结果员工就跟他说，我不想打，老板，我不要打高端。那高端以后我要出国，不能出国。然后以后然后没有什么效果，就跟我们刚刚讨论一样。年轻人其实会判断，他们都知道哦，都在服务业工作。那老板只好寄出一个条件，说，好吧，你们去搞打高端，
我来鼓励你们报一个奖金给你，只要去打高端，我就包多少钱。打高端给奖金哦，老板还要这样做，因为他为了他的生计，他为了他的副业啊。我们本来以为打高端要发世家啊，现在打高端发展，所以你看，所以就咬定这业者只好这样做。因为服务业很多都是年轻人嘛，对不对？因为年轻人就是台湾的这个疫苗孤儿，不要说莫德纳，他们什么都抢不到啊。所以哦，原来是这样算，那这样算可能500万可以勉强，而且又第三季呀、啊，对不对啊？打高端又是一次高端，你打了第一季。一季高端，终身高端；一季高端，第二季就要高端。然后呢，我告诉你，第三季再打的话 ，Delta 你也安了哈、哦，是这个概念。那这样算的话，也许勉强可以。然后是不是再捐点给我们的友邦哈、哦？好吧，这个高端，友邦可能不要，印尼一定要。印尼也有好几亿人，对，所以印尼现在来者不拒嘛。只要我们不是打高端可以到印尼吗？对，所以他可以考虑送印尼。啊，对对对，我那个我有接过要澄清，雇主还有那个仲介就是跟我反映说，黄议员他们就是被通知带着他们的外籍的看护或者是看护工或者是一多半是印尼人，就带他们去打，对，没错，打的都是高端，对对对。然后后来仲介业者跟那个雇主就有跟我反映说，可是打了之后呢，印尼就跟他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开放，跟日本一样还没有开放高端，你可以回来。如果你可以回来，但是你可能要再隔离个14-21天，就是隔离天数蛮长的，就跟一般没打疫苗一样。但我跟你讲，好像比方说这个菲律宾劳工，他们的教育水准其实都蛮高的啊、哦。那他们的这个自己搜寻资讯的能力也很强。我听到的是，我很多朋友他们家的这个外劳死也不肯打高端，都觉得说你雇主都不打，为什么要叫我去打，对不对哈？就这个概念。